十之田。大家好，我是史之田，然后在猜派对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贾宝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沈威年，我在猜里面饰演的是王熙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湘勇，然后我在里面示范的是贾探春，饰演 OK， 探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隋琳，然后我在猜派对里面饰演薛宝钗。好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祥雅，在猜里面饰演的是林黛玉。林黛玉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信维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贾元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信君，我在里面饰演李纨。大家好，我是白乔，那我饰演的是妙玉。妙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曾韵芳，我饰演的是贾乔姐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宁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贾惜春。大家好，我是面面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贾迎春。那么呢，因为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男主角，就金钗们呢，在这个拆派对里面，除了有刚刚大家看到精彩的舞蹈表现之外，听说你们还有非常火辣，堪称是性爱的肢体动作这个桥段有吗？要不要来替大家解答一下？有。
对，有，是男女之间的一个很激情的表演，然后透过舞蹈的方式呈现，表情要很 enjoy， 但是其实非常的费力。那翔雅是我们里面有最激情演出的一个角色，那有他翔雅讲一下那个东西。翔雅，你有很享受吗？享受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啊，我跟翔勇有一个动作，我觉得翔勇的表情才是真正的 enjoy。翔勇，大家有没有觉得？我觉得你们，我觉得你们这样互相推脱来推脱去，应该是听的表情吧。我觉得你们这样互相推脱真的不是办法，不如你们就直接现场示范一段，我们看到是谁比较 enjoy 这个表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害羞，大家过个瘾嘛。来，我们来一些挑逗一点的音乐好吗？三鹿宝贝，来吧。来看一下他们有多 enjoy 这个事。有有有有有。现在各位可以看到两位角色非常的投入。哎呀！是传说中的一字马吗？好的，小心。哇！我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了。我们再次谢谢翔雅跟翔勇，谢谢。